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碧，我在中国湖南，我来这边快四年了，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生活，不是因为我老公是一个有钱人我才喜欢，因为我老公是一个农村的，他只简简单单是一个打工人，现在我也是在中国农村生活的，我喜欢在这边，就是因为中国这边比我们越南那边呢、方便真的很多，交通方便，去哪里有公交车，有火车，有高铁，国内有飞机，真的想去哪，只要有钱可以去，很方便啊，网购啊也是方便，动动手指，包邮到家，这个是我们女孩子很喜欢的。我们在那边呢，网购就是没那么方便了，而且有些地方它都不包邮的，自己是邮费的。然后还不送到家的，所以中国这边真的很好。我们越南那边出门去买东西就是要拿现金，你买多东西你要拿多一点现金，中国这边就是不一样，出门一部手机全部解决，真的很喜欢的，就是不怕掉钱啊，真的是很喜欢，很方便。很多我们越南人来中国这边打工就也是很喜欢这里的生活，就是因为太方便了。